交代我回去嘛，拜托！看到警方盘查诈欺犯打逼情牌，果然很会骗。下一秒，帮我拦住他！帮我拦住他！黄家，快点！帮我拦住他！快点！帮我拦住他！头也不回，转身离开。诈欺犯从马路跑到桥上，让着上演警匪追逐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 警方呼叫支援，巡逻员警立刻到场包夹，嫌犯跑步营机车，还摔了一跤，狼狈遭逮。事发在24号清晨4点，台北中山区林森北路上逃跑的郭姓嫌犯，今年8月就因为诈欺案被通缉，不仅逃了快2个月，身上还带安非他命。看到警方，怕被抓，一路逃到锦州桥，警匪追逐数百米。郭男趁隙拔腿狂奔，经警追逐200多公尺后。 当场押至逮捕，全案讯后依诈欺通缉、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通缉犯对毒品来源避重就轻，还推说是朋友寄放，这回落网直接进到监狱服刑7个月，付出代价。三立新闻郑祥仁、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。